许仁杰在八点档和同居妾金颖闹出绯闻，事情越演越烈，甚至牵扯出许仁杰和老婆雅熙婚变。许仁杰更暗指老婆把钱花光，让正宫发文回呛：“钱都是用在家用，不是被我花光的。”全文500多字，诉说当全职主妇血泪。双方也正式撕破脸，面临到离婚这一步。然而许仁杰演出八点档的剧情，碰巧也遇上了相同情境。剧中许仁杰为了老婆安危，因此狠下心提出离婚。不料戏外许仁杰刚好跟老婆雅熙谈离婚，对此制作方则表示一切按照原本剧情进行，全员如火如荼拍摄中，却让网友们大喊太巧啦。